怎么样？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战火即将来袭。开战倒数，需要协助。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祝各位好运。我对你有信心。真正的兽人绝不允许失败。帮助盟友，选择天赋。我闻到战争的味道。来呀！各位英雄，收集贡品，就能获得我的青睐。你的样子不妙，快去找治疗火拳吧。摔死你！击杀英雄。哦，做得好。你可以选择天赋了。战斗开始！勇往直前。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
是死。付出代价的，战火即将来临。我们应该占领这个佣兵营地。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们需要那座监视塔，去抢下来。火爆了，做得好。快去治疗，很快就可以开打了。摔死你。我胜利了你们可笑的战斗。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束了，连杀。快杀掉那名英雄。获得了我的青睐，各位英雄，让你们的敌人尝尝我的怒火。就去哪？来呀！结束了，看看下次是谁会获得我的青睐。摧毁一座堡垒，继续加油。这个佣兵营地，我会好好说服那些佣兵加入我们。我会好好说服那些佣兵加入我们。家伙，尝尝死亡的味道！除掉这个英雄！前去！我要杀你！我受不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！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下场就是这
杀掉那名英雄，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快杀掉那名英雄！还没结束，我渴望战斗。我们应该拿下这座佣兵营地。啊，我们少了一座堡垒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赢得你的青睐。知道自己死了，当我没说。去！很好，我会削弱你们的敌人，击垮他们。朝你过去了，真正的兽人绝不允许失败，你的命我收下了。我会好好说服你。
生。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真是了不起。